人讲这人生，海海海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茫茫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，怎样计较输赢？我是初初薛淑娟，我现在是牙科助理。你的名字大名薛淑 娟，里面都没有半个初，你为什么要叫初初？因为我的偶像是二姐江蕙，那她的第一场演唱会叫初登场，那我就把它当成我的外号，我永远都在做一个最好的准备，想要在舞台上表现自己。所以是演唱会的名称，初登场叫初初，叫初初。我以为会叫江江，江江慧慧。认识我的人都会直接就初初初哎，比较亲切。不过做牙科的这个助理，这个平常要准备哪一些专业知识？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协助医师做任何的动作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左右手，所以我们要。最基础的就是要知道他所有的器械需要做什么准备，所以我们都会提早把这些器材摆放在他需要的位置。而且你知道牙科最怕停电跟什么？水，停水。对，要一直抽，对，因为你要一直咬啊，一直咬，一直踩那个水，水要冲那个，要不然你会就变成涌出来。那请问一下初初。你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正确的刷牙？其实刷牙呢，我们第一个步骤你就是要找一个好的用品，也就是你的牙刷。那你的牙刷一定要找软毛的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选择。那选择的软毛，你就至少你就选对了。你在清洗的时候，一定要用45度角，在你的牙龈跟牙齿的一个交界处去做旋转的动作刷洗，请你不要一直用锯的。因为我看过很多患者呢，他在他的牙齿表面反复大力搓洗，导致他已经变成牙珐琅质变薄，开始假生假令蒙不阿东啊，有的人那个用太软毛，一干嘛露了不清气，露个就大了你。那是刷马吗？用生命在刷牙。我跟你讲啦，有时候赶时间，你安尼嘴齿应该是袂讲足紧派，是你颔骨的。颔骨啦，嘿。好，会闹掉啊！早上起来可以这么大力，是哦，所以要小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刷牙的这个方向要很注意，尽量用软毛。好，那两位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我今天带来《嗨嗨人生》。那我们的依珍姐，江蕙二姐的《无比无花》，来欢迎两位。
真多，怎样计较输赢？谢谢薛淑娟。